Hello YouTube， 我是李 Sir。 好，这条短片呢就是讲关于第 Chapter Test 中四 Chapter Test 第 3.1 至 3.3 同埋第一课的 Chapter Test， 就是第12条的题目啦。第12条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呢，它是 Simplify 以下的一条 set 就要是 A 加 BI 的样子，然后就这条的分数啦。咁啊，问题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啦，成日都会考的啦。11加 3i over 翻这个I 加二嘅，咁去到呢啲位咧，其實最容易啊，就係重新做出呢啲咧，都係乘翻佢 conjugate 啦。咁大家都知道係要乘翻5i 減二啦，5i 減二啦。咁啊，照成咧，其實呢個係睇你小唔小心嘅人，睇你小唔小心。咁咪11加 3i， 咁啊，我就慣咗抄多次嘅，分母就係5i 嘅二次減。2的2次，記住這個是減啊，減來的 OK。 那麼分子照乘啦，乘啦，那麼 55i 啦，跟著減22啦，跟著加 15i 二次啦，是不是？看有沒有抄錯先，我都怕自己抄錯。哎，原來這個是 13i 來的，真的，真的會抄錯，所以小心一點。13呢度13，所以呢度成前面冇問題啦，後邊呢個唔係15啦，係咩？係13×5，即係65嘅。再 I 二次喎，再後邊咁啊，13×2啦，即係26啦，減26 I over 翻。咁呢度啦，記住5 I 二次咧，5 I 嘅括弧二次咧係25 I 二次啊。得唔得？25i 二次，即系25i 二次就減4啦。咁呢度咧就55i 同呢個26i 相減啦，55減26啦，即系29i 啦。跟住呢度咧，呢個變 i 二次就係變咗做減啊嘛，係咪啊？即係減65啦 ，over 翻呢度咧係-25減4啦。呢啲大家都記得噶啦，係咪啊 ？i 二次係-1呢個技巧啦。咁呢度就係29i 減。-22 × 65，撳機啊-87。嗱，好多人都計咗咧，係65×22噶，變咗43，錯曬啦，係咪啊？人哋兩個負啊嘛。咁所以分母就係、是，唉、哎，我都驚自己錯，-25×4 = 29，-29。然後因為佢話要寫翻做一個 A 加 BI 嘅樣啊嘛 ，A 加 BI 嘅樣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係需要咧分翻開佢嘅，分開佢即係29。冇埋都係29i over -29，再減87 over -29。而阿 Sir 點解你個負會寫前嘅？冇所謂㗎，因為佢中間呢個前面寫負，我咪跟呢個寫落去咯，上面就冇咗㗎啦。咁啊，即係呢兩個約咗即係負 i， 呢兩個負負得正啦。咁啊，87 over -29咁樣直負三負負得正，即係咁啦。但係未完喎，呢個唔係答案，呢個 set 遮住咗。呢、這個先係答案喎，係嘛？因為要 A 加 BI 啊嘛 ，A 加 BI 啊嘛，咁所以咧要 A 行先 ，BI 行 ，OK？ 咁呢個就係答案啦。咁呢個其實好多正正負負嘅一個問題喺裏邊嘅，你要小心啲處理啲正負符號，小心啲處理啲正負符號，你先會即係做得啱嘅。咁啊，留意啦，呢個係減啦，留意呢個乘出嚟，小心啲，唔好抄錯題目啦，一錯就有排改噶啦。咁啊，呢個 A part， 咁我嚟睇睇個 B part 先。B part 係啦 ，B part 就係12B 啦。12B 咧條題目就其實差唔多嘅，不過多少少嘢。哇！睇下有冇抄錯先。冇啦，加七減12i。OK， 都係有問嘅問題。咁啊。咁呢個點算呢？多咗啲嘢後面喎，係咪通分母呢？唔係通分母，一定係做咗前面呢個乘咗佢，令到個 I 冇咗先嘅。咁所以呢，後面嗰個擺開先，乘咩呀？乘返呢個啦，係咪？大家都知啦。好，繼續。好，咁乘啦。咁呢個啦，又係啦，-4×2次減啦 ，3i 嘅二次啦，呢個乘啦。咁啊，2×11 i 就4×3 i。你會發覺咧，阿 Sir 你咪寫少啲嘢，就係咁啦。啲同學仔咧就係會寫少啦，好多人寫少。請大家記住，不厭其煩。
寫埋落去先，唔好諗住最後先抄，最後先抄咧就一定寫漏噶啦，所以照寫。十六就減九 I 二次，記住三 I 嘅二次係九 I 二次啊。OK， 咁跟住呢個就成啦，六啊條八四八六 I 負四十四 I， 再加三十三 I 嘅二次，再加七減十二 I。OK。得唔得？咁跟住咧就呢個十六減九負一啦，係咪啊？咁呢個就八，呢個係八減負六減四十四五十 I 啦，就減三十三啦，因為你 I 二次係 I 二次係負一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就得到咧八減三十三就係負廿五，即係負廿五減五十 I 咧。over 翻呢度係加嘅，十六減九乘以負一，即係負，即係正廿五啦。又唔好漏喎，呢度要寫翻加七減十二 I 喎，加七減十二 I 喎，係咪啊？咁呢度就約減啦，咁啊發覺廿五 over 廿五，減呢個五十 I over 廿五，加七減十二 I， 翻過嚟呢度啦。咁咧跟住咧呢度其實都係啲加減減啫，其實所以講得好快，咁啊約啦，咁所以負一。就減呢個約咗咧，五十除廿五就二啦，咁所以二 I 就加七減十二 I， 呢兩個加埋咧就係六，因為係負一加七啊嘛，六跟住呢個咧就係負二減十二啊，即係負十四 I 啦。答案就係咁啦。咁咧留意唔好漏呢個。唔好漏呢個去到最後，一路漏咧就一定唔會攞到滿分嘅。同埋記住呢個係減好，最後其實會加翻埋佢一齊，分開 A 加 B I 先至可以做約減。OK， 短片去到呢度。